果阿空你斩。哦，原来咁样发动，使用。耶、yeah ！就发动咗啦。好啦，跟住睇下面。回来了，就在找到拍木嘅时候，我被吸引，你帮我撕咗一关。这次我可不是自己跳进去的哦。总之，真的很谢谢你们两位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嘟。看到你们时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你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啊，维罗博士。在我不是休息的时候对吗 ？JW 点样话啫？毕竟拍木也回来了，现在应该打算要捉住你们条友嗰啲传说的宝可梦。趁还能得加入先正快从高火箭队手中救到宝可梦，然后去打到拍木吧。又嚟啦，剩翻一只暗面宝可梦，剩翻两只。传说的波梦交出咯，嘟嘟嘟，我捉过嚟好喎。咁你选咗边一只呢？虽然大只头老只狗已经被视为神一般的强大波梦，但只要大白保育就能让它变化成起翅起源形态。先进地区的研究者推测，起源形态的帕鲁奇亚模仿万物造物主的模样，是为了将其力化为基优。你想想看看，如果我应该说是你和我能让帕鲁奇亚成为伙伴，可以达成怎样的丰功伟业？属性宝可梦十次 ，OK。你要我们需要拍路前啊，起源形态的老虎力量，就就要。我们将快找到路底了，为了你家博士，要拍路前啊，使出拉空烈斩吧。
候，我被吸进了不可思议的空间。呢边都有噶啦。我终于回来了，就在找到柏木的时候，我被吸进了不可思议的空间。这次我可不是自己跳进去的哦。总之，真的很谢谢你们两位。嘟嘟嘟。看到你的事我就放心了，但是你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啊，维罗博士。现在我不是休息的时候对吗？ JW 怎么会来出？毕竟柏木也回来了，现在应该打算要捉住你们条友的传说的宝可梦，趁还能得及先尽快从高火箭队手中救到宝可梦，然后去打到柏木吧。